Rocket has helped realize our vision of space exploration.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a rocket is complicated and precise. Such an integrated installation is named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level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represents a key juncture to ensure both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a rocket. 插接的一个操作演练训练。哦，哎，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操作训练啊？因为我们新一代运载火箭舰上有将近30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插头，插座。我们呢，每一发火箭，它上面有将近3000个这种插头。那么它们承担着我们上面的这个信号的传输。我们插接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对火箭的飞行的成败会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说呢，为了保证我们插接的这个质量，我们专门研制了这么一台插接操作的试验台，就我们的同志们呢，天天就可以在这儿啊，进行这个演练，让它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哦，肌肉记忆。对，他看到这个插头，他一摸，他就知道这怎么插接。这边三位同志在，他们是在这个助推的氧箱前底的这个。一些，这个是小导管的安装。他们俩是在这个辐射，临时辐射一些电缆，把电缆这个走向确认一下。哎，那这个红绳子是不是最后要我们都要把它取下来？对，所有的我们火箭上所有的红色的，不管是这个红色的布，还有这个红色的斗帽。还有我们现在这个红色这些垫块全部都要取下来。这是一个通过目视管理或者一个防错的一个手段。这就是我们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那它这么大的话，在安装方面会不会很难呢？对，我们的安装呢，操作可达性很难。所以说呢，我们创新性呢，采用了全舰滚转的这种模式，去实现我们上面还有斜的45度，就这种地方的这种零件阀门的一些安装。那么像这个驾车，我们管它叫滚转设备。滚转设备，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型的一个产品。它通过两台驾车，两台同步的电机，可以实现360度的滚转。就不用爬这个大梯子爬到上面去操作。对。原来是这样啊！霍先生，我们这个就是长征七号的总装厂房，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看起来好像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长征五号要好像细很多。那是不是在装配上面更容易一些呢？这倒不是。长征五号呢，它大，但是带来的是空间上的宽敞。那么我们长征七号呢，小，那么呢，它里边呢。布局更紧凑，我们很多产品安装起来更困难。以前水平对接的时候呢，它产品呢受重力的影响，就很难对齐，也会有变形。那么我们这个螺栓在穿过孔的过程中，它就可能会发生穿不动了，或者穿着穿着咬死了。所以我们呢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在重力作用下，这个螺栓就很轻松的就能一下穿过四个孔。Fro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esting, to the launch. The completion of a rocket mission is a long process. Transported from the manufacturing workshop to the spacecraft launch site, the rocket is ready to fulfill its ultimate mission. We build our dream on the legacies, innovation and perseverance of aerospace worker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ese space industry take China's space dream to a brighter future.